朋友送来一个美的的电磁炉，据说这个电磁炉相当的牛掰，很高档，看起来很高大上。他跟我说花了他1000多块钱，他好像自己拆过吧？我看看这拆的电源线都拆的不见了。我们再把这个拆开来先看一下。啊，这里面的螺丝孔里面的这个胶垫它也弄没了。啊，螺丝也只剩3个了，哎呦。它这用的是这个内三角的螺丝刀。哎呀，哈哈，还是这种双风扇的，看起来挺牛掰的，超薄的，盘子这么小。这是主板控制板，这个就是 IGBT， 这个是整流的，这个是线圈，这个是2个，还有2个散热，这个边是触摸控制板。我看一下它这个保险丝，我们测一下保险丝，保险丝是好的，但是这边这个电源模块它已经炸了，电源模块已经炸飞了，只剩下一个基座了，里面啥都没有了。我把主板拆下来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源芯片，它5、6、7、8角都是接地线，1角接光耦文压的，2角供电，3角空角，4角接开关 C 级。我们查一下资料，找一下资料，看看这个是属于什么芯片。我买的这个零件已经到了，这是银角的功能的判断，这是一个 SM7028， 我们买到的这个 SM7028， 然后把它换上去，把这个开关电源芯片焊好之后，我们还得看一下其他的部分有没有问题了，排除一下一些隐患，比如说次级的稳压的这个 TR431，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电阻电容都查一下。保险丝没断， IGBT 应该是正常的。这边的一个线流电阻好像烧掉了，23欧姆的电阻好像烧了吧，拆下来看一下，来测一下电阻两端完全不通。我们找来了一个27欧的电阻，跟这个23欧也就差了个3-4欧姆，这在这种小电流的电路上没有任何影响，我们把它换上去。这里有2根铜丝，把这个银角两端加固，因为它原来两端的这个铜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人焊了一下弄掉了，我用洗干水给它洗一下。好了，现在 IC 也换了，也处理干净了，我们准备通电测试一下，就亮了一下吧。电压测一下，测一下电压啊，看看这个刺激，现在没按开机键，现在5伏完全正常，18伏、19伏也正常，这是风扇的电压。开机自检，那个数码管也是正常的，开机的时候有显示，但是这个开关之后上面没有显示。定时，这上面也显示了，说明这个可能要开机，按一些功能键之后，这个数码管才会显示。那么现在功能基本上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准备上锅测试一下。那现在不上锅测不了这些东西。我们拿了一个锅来测试一下，这锅里就比较讲究了，这是放在地上放了很久的一只锅子。升温很快呀，看起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准备开始装机了，把这个板上面这些灰尘再清一下，堵塞这个散热通道啊。这个现在已经装好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啊，烧水。已经烧开了。哇，这反应好快呀，一按开关。水里面泡泡立马就没了。哎，看一下其他的功能啊。好了，全都测试完毕，功能全部都正常。今天这个电磁炉就算维修完毕了。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，喜欢朋友可以点个关注、转发和点赞，拜拜。